不够大，这还嫌弃小，真是。那我们跳舞吧，哥们，废话不多说，谢谢哥哥们关注。
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。欢迎大家，我为什么跳舞跳的我咽了口口水，我的耳朵耳鸣了。点关注，铁铁，回家了。我们继续吧，我也跳大娘们儿行吗？我本来想跳那个来着。行了，家人们进去了。行了，圆梦了，真的。我身高170，体重128，我不是一个瘦的主播，对。所以你们也不要盲目猜测，我真的不瘦，我很胖，但是我该胖的地方胖，不该胖的地方不胖。圆梦了，圆梦了。三维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的胸是36D， 屁股我也没量过，主要是没量过。哪个女孩子现在买衣服还会量尺码，都是买 L 或者是 SM 码的，哪有说买个几十几的裤子臀围多少，没有吧。我穿衣服穿 L 码。错过了啥？我跳大娘们了，家人们点关注吧，哥们好不好？你们发现没有，我今天我的手上的那个黑色的链子是一个小铃铛。别问了，我打着170-125-36。看我往后站，我后面空间没有那么大，我害怕他站不开我。狮子林，我喜欢看他跳舞。玲玲跳舞，他那个屁股我喜欢，最喜欢。雅儿是我的女神，雅儿跳舞很野，我一直想学，但我真的不会。哥们点下关注，给麦上的主播点下关注，给那个给我点下关注。手机单点左上角，电脑端点直播间通知我。我们跳一个，就刚刚那个吧，好吧。我也想跳这个，我本来就想跳这个。到英雄联盟。跳这个吧，我关麦了。欢迎来到英雄。马上关个麦。联盟。欢迎来到祖安冠军杯。联盟多绝对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觉得你是个大娘啊，这就是祖安人打招呼的方式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
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点左上角电脑端点直播就通知我，大家一会儿跟有人回家给你们卡黄，我还有一分多钟我就不说话了，好吧，我就直接跳舞，可能跳一半我就下麦了，哥哥们要主动自动的点下关注哦，我不行了，我快死了，我这个大娘们比前面的两个主播跳的怎么样？我只想说，我尽力了，他俩不跳我也不会这么卖力，他俩跳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输，我就用劲用的特别大。跳舞，蒙特油，857，开火车，道路舞，道路舞。